各位学员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我叫黄凤仪，我住珠山，因为我是1997年那时候就上高级班的，那时候在嘉义的那边有一个礼堂那边上课，那时候是林子珍林老师上的课。那时候后学很好奇说，哎，我们上成就学真的有那么好功效吗？那时候那个林老师，那时候我是坐第一排的，那个林老师他说谁要当他的 model 让他做调整呢？那时候学就，那时候我就自告奋勇说，我来当老师的那个 model。哦，那时近看老师说，哦，怎么那么漂亮啊，哦，好年轻啊，哦，好年轻，好漂亮，哇，哦，像观音菩萨这样子。哦，那时候学，那时候我就感觉说，哎，可以像老师这样子打刚调整，这样跟他一样漂亮这样子啊。那时候因为我有时候常常都会腹痛，常常腹痛啊，有时候脚痛这样子，会倒哎冷哎冒冷汗这样子，哎倒青瓜这样子啊。那时候或许就因为当时我的冷气啊那样掉外巴豆啊那啊，慢慢他就是那种痛，就是腹痛就慢慢就减缓的，都特别疼。哦，啊，所以说感觉说，哎，成就学可以治疗的那个疼痛这样子啊，哈，哦。啊，高传温儿子啊，他现在上高中了，等于你国中的时候常常在夏天的时候常常都会流鼻血，啊，然后就改调工调用吸气跟那个鼻子这样子改用手改喉背安尼这样子，哦，啊，很奇怪，就是血就鼻血就很快就止。就停止了，看袂啊！啊，常常伊啦，常常有时候会头晕头痛。伊讲妈妈，我头壳疼咧，头壳讲头壳疼。我刚才我就赶快用那个老师教的方法，也是给他吊头壳安尼吼。老师说哪边疼痛就吊哪边嘛，我就用吸气跟那个头部这样给吊。吊到尾仔时阵咧，伊他经常会头晕头痛，刚才咧吊到尾仔时阵，即马就拢较无拢袂啊，即马就拢袂头壳疼。上高中他也不会说妈妈我头晕头痛，现在都没啊，就是我们会把那个细胞活络，他就会那种症状就会消除掉了，然后被头晕头痛。哎，还有一次啊，哈，有一遍清明节，我们去扫墓的时阵啊，啊，多一个哈羊癫呐，哈，那个羊癫的，那当时叫我昏迷啊，刚才因就讲，虽然人一个人讲的，哎，叫火车紧的，叫救护车赶快，救护车赶快过来，这样子，我改讲唔免，你救护车免叫。我来改调，啊，真的哈，真的，救护车搞到伊都无叫，就是我就改用一个吸气，一个心脏这样子给他调，让他慢慢的恢复那个苏醒这样子啊。高才讲，啊，你哪哈厉害？还要改那个羊癫，在昏倒的时候给他救火啊？那高才讲，我是学长生学哈，这样子可以救人，又可以又救自己，又可以救别人这样子啊哈。啊，所以我干嘛讲长生学哈？较好诶，吼，啊又免费的，啊，都非常感谢那个林老师跟魏老师啊，帮我们上啊，哦，上那么好的那个有钱买不到的那个哦保健啊，哈，哦，啊那个调整这样子啊，哈，哦，啊所以讲，因为我也是抱着说，哎，来上课哦，又可以看那个林老师哈，哦，这个我觉得很高兴啊，哈，哦，觉得很棒哈，啊，我报告这边，谢谢。